刚刚大家看到了农田里很多的现代化的景象，很多都是由这里的青年农创客创造的。而大家今天要收集的好汉卡里也包含了这样的人物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场地里有一个面板，面板里一共有62个数字，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一张卡片。今天每个环节你们三队会通过任务决出名次，不同名次将赢得不同数量的好汉卡，每张好汉卡都代表一个新农人，他们为建德发展都做出了贡献。哪队率先集齐8张不同的好汉卡，哪队获胜。可以跟别的队换吗？可以，这不能换啊，不能换，因为集齐物产卡的时候都可以换啊，因为你一换就很容易大家都集齐，很容易就实现共同富裕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稻田里进行今天的第一个任务，稻花香里说丰年。所有成员坐在稻田里依次站起来抢答，最后一位没有站起来的成员，他所在的队伍就视作失败，获胜队伍获得积分，各队根据积分高低决定排名。走了，在哪里啊？蓝蓝的天空，我就坐在这里。啊，这么坐啊？哇，真的好可爱啊，坐在这里。这还能看见我们吗？那我们会不会显得很可笑，从稻田里冒出一个头来？是我还好，我们是从稻田里冒出一个牛蛙。你们有9个人，但只有8个数字，没抢到数字的人所在队伍不得分。第一轮抢数字，准备，3、2、1。第一轮抢数字，准备，3、2、1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游戏这个怎么玩啊？这个大家要互相看一下，互相看一下，彼此看一下有没有重的，重了就都坐下。准备。我们都没站起来，我的天，这你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有 bug。那你就同俩人抢到同一个了也不同一个，两个人都要坐下，再重来。对，那这个那肯定要起来说啊。你看我们像有那么有秩序的人吗？准备。不是，这个确定玩得下去吗？你确定这样可以玩了？大家不要急于抢一，因为要把自己3个队集齐才胜出。可是我连一都不抢的话，我怎么集齐他们？我觉得能不能加一个淘汰的机制啊？我们还是按照原本的规则再玩，再试一次。好难的规则不是很灵活的吗？我知道了，比的是耐力是吧？比的是谁坚持的久是吧？为了团队的荣誉。1、2，一过不去，你喊二没用。一还是多。军训呢？像不像军训？哎，你看，聪明的人都不站。不站了，不站了。来来来，不站了。不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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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费体力，真的。准备。你离你说不站了只有0.1秒，就站起来说一。不站了哈，都不站了哈。好好，不站了，不站。不站了啊。不站了吗？不站了哈，都不站了哈。好好，不站了。耶。都说不要了，都说不要了，真的好蠢，真的好蠢，这是心理战，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法让所有的人都在内心放弃那个想喊一的决定。准备啊，1、2、3、4。四俩。坚持就是胜利，你不成功谁成功？算了，你这么努力。
四开始往下啊。三五六，六，六撞了。必须得抢六，我跟你讲，六已经很悬了，六七八就只有三个人。六，六，不是，六，七，八，八。性成功，这一轮绿队和卡其队各得一分啊，蓝队不得分。